我知道娜姐和她的丈夫老罗日常爱好就是去各地采风，这种乐坛神雕侠侣的即视感好浪漫哦。你有压力吗？完全没有。兴奋，该我了。好、最近为了突围赛这首歌曲，他们前往云南的高原大山里练声。这首歌和他气质相似，很多人都推荐他唱，但他从来没有公开唱过。说实话，我一看到这个歌名，我心就有点慌，有一点头晕，有一点缺氧，有一点高原反应。青藏高原。话不多说，掌声有请龚琳娜老师带来《青藏高原》。还没唱都站起来了，待会儿上去我们就说我们是来自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在老百姓心目中啊，还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而且我认为它是带有中国风味的流行歌。而李娜是一个流行歌手，但是她学的却是老旦的唱法，所以他能够把一字一句一腔唱得非常到位，所以我想我要走的是李娜这个方向的路，就是唱具有中国音乐魂的歌，但是让它世界化、流行化、艺术化。龚琳娜，龚琳娜，龚琳娜，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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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龚琳娜老师的演唱，经过大自然洗礼的歌声真的特别有穿透力，再次把掌声送给琳娜老师。好，因为前五个歌手里面现在只剩下一个，所以我们就不用抽签了，而他们也已经在后台准备了。下一个要出场的是 ANU。从 ANU 第一次出现在这个舞台已经过了一个半月了，这一个半月他们势头很猛，不但粉丝数翻了10倍，新歌 Gaga 也登上了公告牌中国榜第一位。你们看，创作歌手作品的生命力就是这么旺盛。今晚他们要唱的歌，从歌名到曲调都很中国风。1、2、3，加油！有请 ANU 带来《关心阁》。今天给我们助阵，配合得好好。
谢谢 NU 的演唱，掌声再次送给他们。谢谢。接下来出场的歌手会是谁呢？请 NU 从我手中抽取一个信封，为我们抽取第二组，也就是后五位歌手中第一个登场的。哎，折磨他们哦。好，交给我啊，你帮我打开啊。这样子坏人你当。小 K， 很有可能是波琳娜。哇哦，这个很厉害。I think it's Polina. Why? Because that wow. Why wow if it's Polina? I don't understand. 好的，所以这时候名单已经在我的手中了，我们卖个关子，也先不公布，也再次把掌声送给刚刚带给我们精彩演绎的 ANU。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我喜欢他们做的音乐。嗯、啊，很清澈，很还有青春感，就是民族音乐能做出青春感还是挺不容易的。哎，我们回来了，欢迎，不错哦，很好听，好好听，好，谢谢谢谢谢谢，编曲特别好，谢谢。好，我们五组歌手都已经竞演完毕了，接下来就是我们既纠结又残酷的时刻。根据我们歌手突围赛的赛制，接下来我们的大众听审要进行一个五选二的电子投票，得票最低的歌手将提前知道自己是突围失利的歌手。永恒在不停的四季翻滚，他不羁的吼着，张嘴的军火是等 HENUHT 发。接下来，亲爱的五百位大众听审，就到了你们要行使权力的时刻了。三、二、一，开始投票。太紧张了，太真的太紧张了。啊，太残酷了！其中有一个我会选逃跑，哎，不对，我也选逃跑。但其实我更喜欢 ANU。歌手舞台上，青藏高原是第一次有人唱吧？就算连歌手也不敢轻易挑战。对，是是。好，投票结束，我们整个投票的过程以及统计结果是在我们长沙市湘江公证处刘丽萍和李燕的全程监督下进行的。我们的投票结果马上新鲜出炉。那么第一组的五位歌手演唱完毕，排在最后的这位歌手将会提前失去总决赛晋级资格，他就是哦，翻反了、啊、黄老师不要这样子搞嘞，又喝水了，没有广告了。那么在第一组排在最后一名的歌手是许金韵，谢谢你，许金韵，谢谢，谢谢你，谢谢。对，谢谢你在舞台上带给大家这么动听的歌曲，也把香港的这样的一些创作和金曲留在这个舞台上。好，谢谢你。今天表现非常精彩，谢谢，加油加油。Downstairs， 阿信，刚刚大家还不知道接下来要出场的是谁，对不对？现在只有我知道哦，还有 NU 也知道。下一个要登场的是我的小侄子。Okay, wow, me? Yeah, I told you it's me. I was preparing. Oh my god. Yeah.加油！加油！这次回归突围赛，小 K 选择了两首自己在去年创作的作品，这两首歌收录在他加盟环球唱片后的第一张专辑中，专辑名称很可爱，叫做《洗澡时的灵感》。那小 K 当时又是在思考什么呢？请欣赏他带来的《Get It Riffs》。Come on, Chris。
gentleman.真的是青春无敌啊，唱跳俱佳的一个歌手。谢谢大家，谢谢，我爱你们，我们也爱你。
谢谢 Chris， 我的小侄子终于回来了。接下来小 K 也要进行抽签任务。Chris, pick one to decide who the next。布伦娜已经在准备了吗 ？Ready。Can you read Chinese? Is it Chinese or English? Oh, it's Chinese. OK， 我们准备吧。谢谢 Chris。小 K 刚刚抽到的就是张欣，欣欣，赶快来舞台这边准备哦。来了。加油！布丽娜压力也会大一些，欣姐也是大嗓的人。还记得第一次听张欣唱歌，就有一种音乐从天灵盖灌到脚趾间的力量感。但今晚她将带来的却是一首温情的曲目。这首国民度很高的歌曲，但演唱的难度非常强。原唱是顺子。张欣说，他之所以选择这首歌，是因为在他眼里，歌手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很想要回到这里。所以让我们来听张欣演唱《回家》。张欣，当年我们一起参加新歌赛的。My world only love
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乐队，谢谢，谢谢星星，欢迎回家。现在只剩一个信封了，所以我们就不用抽签了。我们一起欢迎他吧，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波琳娜。白琳娜。